真的叫你们上街头，一下出国，一下要上班，借口一大堆。好，那今天叫你上街头了，礼拜天你会出来吗？你敢出来吗？今天叫你出来啊，我很气愤。我跟你讲，最气的可能就是我。今天晚上的活动，那全国各地的柯粉小草支持者自发性的用所有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到台北来，这个我们深深感谢他们。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有关这个招印啊，林招印这个副主任啊，我有从我到把他这个在网络上的这一个段有看过，直播有看过了。好，那第一个，我们的同仁都一级主管们其实都很辛苦啦。好，那唯一要跟大家觉得不好意思，说他可能有点心急啦。好，那这些过程里面如果有造成大家觉得可能太心急，这个也跟大家讲声不好意思。好，包括以我拍以啦。好，谢谢。